大家早上好，现在是早上的8点多，然后打算今天拍一个 vlog。 我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很肿？因为我刚睡醒，然后今天天气超级好，然后脸上因为来姨妈就狂爆痘痘。好啦，我准备去吃早餐啦。从早晨起来，我就感觉今天应该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一天，因为首先天气非常好，然后前几天呢，然后我就收到宝宝给我寄的这个麦片。其实对于这种好吃的话，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拒绝，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吃麦片嘛。然后我就收到了它的5种口味，我觉得自己好幸福。我相信大家也知道这肯定是个广告，但是对于好吃的，我觉得为什么不推荐呢？早上我吃的是果然多，然后姐姐吃的是抹茶。我给你看这个草莓有这么大一颗。这么大一颗，太幸福。我觉得王宝宝的麦片大家应该在 B 站上已经看了很多吧，微博上很多，但是我自己呢很少看到，然后自己吃了觉得还蛮好吃的。就有人，我看有评论说它很难吃，但我觉得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有人觉得难吃？所以就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可能你觉得好吃，可能你觉得不好吃。我觉得还不错，因为它的料很足。好吃。今天行程呢，就是吃完早饭，然后我们俩出去买点菜，中午自己做饭，然后再化个妆，下午再出趟门。快手了一个韭黄炒鸡蛋，这个是奶奶做的梅干菜排骨。我已经吃完饭，然后打算先要化妆，先用。先拿那个化妆水擦拭一下脸，因为这不是一个化妆视频，所以我就会弄得比较随便一点。就是我看有时候弹幕哦，就是说教头不要歪着，教正着，还有很多强迫症吧。但是我真的不想听取强迫症的建议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自己又不是强迫症啊，我就是想怎么随意，我怎么随意怎么来，怎么高兴怎么来。对，然后还是有人说我很少露左脸，但是我给大家露正脸右脸，因为我比较上镜，就是右脸啊。就是我为什么要把我不好看的一面一直呈现给大家呢？就是到时候我化妆容，我左脸右脸化都是一样的吧。然后我觉得我只要把正脸还有我擅长的角度给大家，我觉得就 OK 了。所以说就不要老是强迫人家要干嘛啦，是不是？我也不会强迫你要干嘛，我没有强迫你看吧。当然这不是吐槽了，这也算是吐槽了。我也很少就是边化妆边聊天，因为我会分心，就是我聊着聊着可能就会乱化。对，我等我上完底妆的话，我就不说话了，我要认真的画，因为下午的事情还蛮重要的。我吐槽这些你不会讨厌我吧？我不管了，反正我就少说。然后今天打算化的妆就是自然一点，就不要太浓。我这爆痘爆了，你看，就很奇怪，我和我姐来姨妈之前都会爆痘，两个人爆痘的地方都差不多。神奇。这不是一个化妆教程啊，就是让大家看看化妆真的是个好东西。就是无论你的状态有多丑多差，化个妆就 OK 了。所以一定要去享受它。放假你们都在干嘛？这次假期呢，我们就3天陪了奶奶，还有3天陪了父母。对，
就是想放假的时候还是多陪陪家人。就是发现自己真超级宅，超级宅，一般待在家里都很少出门，就是一直在宅在家里。就是好快哦，这假期就过去了。好了，我要画眉毛了，我要闭嘴了。就是、画眉毛的时候一定要专心。就画眉毛这个东西一定要慢慢慢慢练的，对，就可能一下两下都画不好。眼影用走一瓦的这个盘，打算用，这几个颜色吧，这几个颜色画个眼妆。我时间来不及化妆，我就不录了啊。出门。